目光的柔软是自信的表现的，身体的柔软是健康通畅的表现的，内心的柔软是智慧通达的表现的。那这种智慧是怎么来的呢？好，大家好。哎，请坐吧。 我们在这里学习念佛，啊，我们我们哪怕修上五十年还在究竟，到底什么是佛法？啊，佛法，呃，能令我们能得到什么好处？就是佛法它的组成部分哈、啊。首先一个目的就是说，先让我们能够具有一定的智慧，啊，那这个智慧里头。 说的比较朦胧，有些地方也比较清晰，嗯，就是说要有很好的所谓的观察能力，所以在佛法之中也经常描述它，你这个是什么肉眼通啊，天眼通啊，他心通啊，宿命通、漏尽通、佛眼通，哎，但是有很多的这所谓的通的这个层次。 与视觉的觉察有关系，嗯，与觉察有关系，就是与所谓“观看”这个词有关系，就是你看事情的所谓的叫做真知灼见，啊，有没有看清楚这件事啊？有没有连看带想的叫观想式？能想到你今天做的这个事情的带来的结果，就是。 这个结果，明天、明年，这个事情会如何？你今天这样的行为教育孩子，十年和二十年之后，这个孩子会变成什么样的人？你今天做的这样的，比如说啊，贪婪或说谎，那明年和十年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哎，因为我们。 普通的常人，因为我们的智力不够那么强大，就是自我智力的叫运算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啊，不足以跨越时空来思考。其实是一种推理性，就像那个超级的侦探一样，就那个超级的警察破案。很多的警察破案，他除了观察能力强，还有呢，他的逻辑的思维。 判断想象力超强，大科学家爱因斯坦其实是一个想象力超级强大的一位科学家，因为太强大的想象能力和思维判断能力，才成为了世界上最著名的科学家。那么我们一般人呢？ 因为毕竟不是电脑，哎，我们的脑呢？哎呀，想明天都能想糊涂，说管他那些呢，因为我想不出来，因为我笨，我无法想象接接下来的逻辑推理和想象的时候，我干脆就不想了。所以，我们一般常人就说明天想不出来，我不想了，今天做再说。嗯，所以在佛门来说，通常就是提升我们的智慧和能力的部分，还有。 我们的智慧的智慧的大小的差别，就是与你的视觉的高度广度有关系。古人说：“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高瞻远瞩。哎，我觉得这两句话已经足够了。啊、哦，我们也想看得远一些，你就多上一层楼。 上楼的本身也是需要能量，也是需要，呃，劳累的、艰辛的。但是上了一个高度，看的就是远。大家，我倒给你建议哈，今天很多时候也不需要用腿走路了，就坐那个电梯，你可以尝试一下。有些电梯哈，他把你拉到不同的楼层，你在窗户里往外看，是吧？你站在十层楼。 和你在一楼的时候感觉完全不同，哎，能看到好几户出去，能看到上百米出去，对不对？只要站十层楼的时候，十层楼的高度大约是三十米左右，二十层就往上再乘一个倍数。如果十层大约看一百米，二十层呢，就可能看这个两百米，哎，那五十层呢，这看的就更远了。对，大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 这是自然的道理啊！佛门的最最实惠的智慧，就是非常的真实的啊，这个这种行为和现象，而不是虚幻，而、啊、说朦胧中怎样的这种有，这个是法的另外一种呈现。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去实现它和应用它的部分是非常实惠的，听懂了去用就可以，好吧？就是站得高一点。 就会看得远一点，但是呢，这只是一种叫做引导你的叫做视觉的这样的一个广度和和深远度，这个里头也其中包括着时空的概念。所以今天，比如说我们教育孩子，我的教育方法，比如说你教育方法就是打死你，小混蛋，老笨猪等等的这种，比如说我用的行为。 我都是用这种语言，啊！但是虽然我的内心都是充满着对子女的爱护，我要教导他，所以哎，你看这么简单的题都不会做，哎，这么简单的动作你都做不好，结果把我的碗给我摔掉了。你知道我这个碗还是比较贵的来，啊！你看就是事情做不好，所以我一着急我就骂街了，骂脏话了。那么一天骂了几次呢？也就是一次。 但是孩子来说的话，好，你说的正常话，他一句都没有印象。等能够印到给他一天的负面的情绪的，就是你骂他小笨蛋、笨猪、笨死你、打死你，啊，不如邻居家的小孩好等等的这些话，他都会印到脑子里去了。这一天就是不快乐。所以到听老师讲课的时候，他还是情绪没提起来。哎呀，我就是笨蛋。 哎，他是处在这个状态下，但是你说的正常的话，他没有记住。比如说穿衣服，天冷了穿多一些，啊、哦，带上饭，带一些好的饭，这些他都没有记住。责怪的话，他都会印在脑子里的。就这个行为的本身，也许等他逆反期来的时候，十六岁左右的时候，他要吸毒了，他离家出走了，啊、哦。 对，和小朋友结成黑社会团伙了，就等等不可思议的行为，你的成年人都不想做的事情，孩子们都想尝试。他为什么呢？我就要折腾你。你不是说我是笨蛋吗？我就笨给你看。哎，对他折磨的是他的家长，但是家长呢，没有想到，嗯，那一般就是说。 这个青春期哈、啊，啊、哦，真是很逆反呐、啊！他怎么专门和我对着干？很多父母亲就会感受到这一点，对不对？你的孩子专门和你对着干，你越不希望的，他就偏要干。但是要干的肯定都是错误的，那为什么呢？可能就是与我们这种责罚式的教育方式。 那你那你会说，我一天至少给他说了一百句话吧，可是只有一句稍微过激了一点，对，就是啊，你这一天正常行为说话，其实自己一句都记不住，但是被人骂一句的时候，你会伤痛好几天呢、啊，你就会记住了，所以这是举例说明哈，就是我们所谓的智慧的。 这个本身的表现就是我们视觉的高度与广度，它是穿越时空的，所以想到今天的这个行为，它作为一个因，那么你再幻想一下明天的果，你的孩子还没有长大，他今天只是三岁，那你没办法想象十五年之后是什么样子，那你可以看看朋友家、邻居家的孩子呀。 要进行这样对比思考，想不出来可以去参照，不光是你家有孩子，别人家也有，而且是在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对，所以我们想到说，哦，后果原来是这么严重啊，那我们所以子女教育的时候就要相当的小心。好，所以智慧的本身有很多的呈现，就是我认为首要的。 就是视觉的高度和深远度，啊，这、就是、跨越时空性，这个是大家可以理解的词汇哈、啊。跨越时空，因为时空就是时间，请大家记住，时间永远都不会重复。虽然我们在地球上，我们每一天说都有早晨七点钟，都有中午十二点，都有晚上八点钟这些时间，但是虽然都经历这个时间。 但是如果你看看你的长相，看看你周围人的长相，其实你会发现，哎，每一年，要么长大，要么变老，啊，都在变化之中。所以时空不会重复。为什么叫时空不会重复？我们从不会想时空问题。第一个，你的概念就是时间不会重复；第二个，空间也不会重复。有人说，你看我住的我这个房子。 无论我是买的还是租的，我住了十年，它稍微旧一点，那怎么不会重复呢？我每天都在这个时间空间，都在，尤其是这个空间里头，或者我在这我这个城市里头，它没有变化呀，其实都在变。空间，我们可以这样思考：空间是因为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房子的老旧，马路的老旧，可能并不明显。 但是人越来越老是非常明显的，因为材料不同，人这个材料一百年就毁掉，啊、哦，马路上铺的石头子可能三百年才毁掉，还有毁没毁掉你也没有关系，也没在意它，因为它没有具体的像人一样的这样比较比较短时期的这个生命感，我们是没感觉到它的生命，所以也没人在乎它老化了。但是我们自己老化了，我们是深有体会。 所以这个时间、空间不会重复的，啊，而且做过的事情不能后悔，没有卖后悔药的。所以我们有机缘学习的时候，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哈、啊。时空不会重复，世界上没有后悔药。所以现在做好了，未来就会更好。现在的行为不好，未来收获的是不好。 就是接人待物方面、子女教化方面啊，对于长者的孝敬方面都是不会重复，但是事情会变得更严重而已。嗯，善待子女，未来子女可能容易成就、容易成才啊。善待孝敬老人，将来你被孝敬和善待啊。善待、忠厚、诚实的。 对待朋友，你也是被诚实的后代。那反过来说，你骗他啊，骂他、折磨他啊等等的这些行为，最后得到的还是类似的果，但是会变大若干倍。啊，骗人一块钱，未来损失一万块。啊、哦，骂人一句，也许将来。 会挨揍，他是加了利息的，而且这些利息都是高利贷、大耳窿。银行普通银行的利息还不高啊，因为大的银行它是讲长久的存在性、持续性啊，银行才能保持。但是那种高利贷就不一样，你要短期贷款，就是说你借我一万块钱，一个月之后至少还我五千块钱利息。 如果说，哎，还有两千块钱没还上，这两千块钱再滚上下两个月的时候变成两万了，就所谓高利贷，高利就是高利息那个贷款，高利息小额贷款是最要命的。很多人在赌场上，因为赌场啊，就是起落非常快速的，一两个小时可能多少钱就没有了，所以那种现场的借钱贷款是最要命，最后还不了钱就被人追杀。 有的被杀死了，有的被身体遭到了巨大的伤害，啊，就是高利息贷款造成。那么这种因缘的果报的本身就是高利息，啊，它不是用钱来算账。所以为什么？所以在某些呃不正当的这个这个呃赌场和找一些类似黑社会的人贷了款之后，本来他是来。 想得你的高利息来得钱的，对不对？借给你一万，一个月之后你还给我两万块钱，对不对？可是你还不了之后，说哎，把人腿打断了，等等的，就是说你本来是欠的是钱，最后还的是命。哎，我们的因果的这个循环之中，就是这个因借的是钱，或者我骗的是他的钱，但是结果呢？ 这个果果报发生的时候，哎，叫我给撞死了，啊，命就没了。但有人说我赔钱就完了嘛，哎呀，这个道啊，这个道有时候和黑社会差不多，哎，他没那么多情感，他会他会用至少是用乘法往上乘，啊，给你这个果报的时候，啊，很很严重的。所以我们借的是钱。 但是实际上会与你的行为、心态、德行啊，德行、德行，最后产生的是功德嘛？这些都是有关系的，它是混在一起的。所以借钱还的是命啊，还有呢，欠情还的是什么呢？欠情也许是还钱，但不一定还情了啊，是吧？比如说你年轻欠了别人的情。 八十岁的时候见面，你不可能说咱们在爱情他还,还你的情呢？他还的不是情，还的还是命，是吧？比如说老头骗了老太太了啊，这年轻的时候都是年轻的男女，只有一方骗了另外一方，这七八十岁见了面之后，比如说这个男的骗了女的，这个女的到了七八十岁见了面之后，现场就骂数落他，骂骂骂骂紧箍咒，结果老头被当场给骂死了。 是吧？欠情是用命还的。对对对，所以我们还债的时候的这个果，不是，啊，说因为是苹果我就还苹果嘛，不一定，也许是还的是花生啊，啊，对你借的是花生哈，也许是还的是一只腿哈，就是这样，这样听起来很血腥的，啊，当然你说我们来点温柔的，不用身体伤害的，可以呀、啊，你。 骗的人家的花生，还的是一套房产，那么也挺惨的。有人说干脆还条腿算了，就。<laughs> 对，对，他的这个这个利息是巨大的高，啊，所以这个果是强烈的，啊。在佛陀释迦牟尼，他也讲因果业力，哈、啊，常常有时候用。 佛的慈悲、智慧、功德都不容易抵消，能抵消，但是很艰难了，啊、哦，这样佛陀他自己的国度还被人给屠城了，屠城是什么概念？全部杀光。他有三次去挡，挡不住，啊、哦，挡不住，就是说这个，哎呀，这个因果呀、啊，哎，我，但是我呢。 也尽了我的心和能力了，真挡不住了，哎，而且他的他的国家、他的城池还被弄掉了，这是生他养他长大的故土啊。他又是那个小国的王子，是吧？你想被残害的实际上是他的家族呀、啊，都是他一大族人全被灭掉。那佛怎么感慨这件事情啊？哎呀，我真的觉得越来越恐怖啊！ 哎，这个果报啊，不虚啊！哎，因果业力太可怕了。对，所以我刚才讲的可怕，回到佛经里讲的就更可怕，被屠城。这是历史上发生战争的时候最惨烈的战争恶剧，就是屠城。凡是活着的人全部杀光，这叫屠城。嗯，非常的恐怖。我们说回佛法，它的这个。 所谓的智慧的部分，就是目光的它的高和远、深广啊，高远深广，哎，就是这就是突破了时空的概念。现在做，要想到未来的结果。哎，现在善待，未来的结果是什么？现在的小小的，就是教育孩子之中啊，骂了几句，未来的果。当然，我们中华民族，哎。 他的教育方式就是说，用想尽一切方法使孩子长出息、懂事。呃，所以我们北方也流行一种叫做“棍棒之下出孝子”，哎、呃，也有这个话。你说小孩子也不懂事，是吧？说道理也不通，也不不不懂，也不改，说打嘛啊。我们台湾一般是不打孩子的，对吧？只是用藤条吧。 所以在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很多的传统的小店里头是卖那个小藤条，两三根绑在一起。我就问：“这是教鞭吗？”他说：“也许是。”哎，说这个用这个干啥都行，<laughs> 就说是用来打屁股的。呃，这个不能说是它无效，是有效，但是引发的他的心灵的痛苦，到不懂事的时候变成仇恨呢。 不是很麻烦吗？是吧？当然，因为还要加上综合的德育的教化之后，让挨打的孩子之后，我们要就是打他了一鞭子，结果用了超过一万鞭子的这种美好的东西开始给他铺垫，是吧？今天灌糖水，明天炒鸡蛋，后天煮老母鸡，用了很多方法来弥补打鞭子的痛苦，这就合乎党了又，还要去解释，生怕他误会，是吧？心眼小的还能跳楼自杀。 你何苦这样呢？对，所以还是改变一下方式。所以我们家长叫“恨铁不成钢”，希望孩子说：“我有一种痛苦的记忆法让你记住。”这是错误的。对错误的这种痛苦记忆法的教育是有效的，但是会引发另外一种逆反啊！所以，我们只是用这个教育孩子的这个方法上来讨论一下啊，这样子。现在的看一个小小的。 呃，不恰当的行为会引发什么样的后果？还有，再就是家长的这个打击性的语言和赞美性的语言啊、哦，打击性的语言容易让孩子越来越堕落啊、哦。温柔、慈悲、赞美的语言呢，就会使孩子觉得，首先觉得是幸福的，他自我感觉是幸福的。还有，呃，爸妈是爱我的。 那我就好好的吧，除了自己我天生就是这么笨之外，至少还觉得没那么孤独，我还是被爱的，啊、哦，所以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家长最好也能够很理智的，要能够理解你的孩子是一个什么样的材料。虽然每个父母都希望就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啊、哦，希望你的孩子一定是出人头地的，要比自己更好。 可是，你有没有一点点智慧来观察自己的孩子，他是一个什么材料？一个智慧的人，他在看自己的孩子的时候，他也有他的理性分析，他的综合的，就比如说智力、体力、能力，还有心态。他更厉害的是，他知道这个孩子他是有这样的一种习惯性心态。 很多家长根本没有这么细致看他，你用你的孩子都不知道他是智力如何，是吧？你那个智力都不太那么好使，说我一定要供他上哈佛，拉倒吧，你就买个哈佛的牌挂在这儿，高兴一下算了。哎，对啊，你不是强人所难，把孩子也逼死也考不上啊。你就是长辈，你要学会有智慧看自己的孩子和亲人，啊、哦，所以。 智慧的本身首先是觉察的视觉性的能力啊。当然了，佛法的智慧是超越自然之道的智慧，它是慈悲啊。所以，我们把慈悲加进去之后。 我的视觉的高度不够也没关系，我别的不懂可以吗？就是我相信师傅所说的慈悲就能改变一切的这样一个秘密的法则，这是一把叫万能钥匙，慈悲解决一切事儿。孩子笨考不好没关系，孩子你比你爸好多了，啊、哦，哎，孩子就挺安慰啊。有候有时候我考的这么低。 爸妈没责罚，妈妈还安慰我，好比我考得好啊。说行啊，还可以。孩子不是说不努力了啊。你既然说我好，我就学给你看，是吧？这一次考三十分，下次考六十分，再下一次就可能考一百分，都是有可能的。他会产生动力，因为小孩子不知道自己的智力如何。你越说聪明，他觉得我聪明给你看；你说我笨，那就笨死你给你看。所以你什么都不懂没关系。 佛法的它的绝妙之处、啊，哈，就在于什么样的智力都能得到它。如果你相信一点，慈悲就是一把万能钥匙，能打开所有的锁。无论你是家长面对子女，面对同事朋友，面对亲属，面对长辈，就是你，无论是高智商。 还是干脆没智商，你只有用这一个方法，用慈悲，就变成了万能钥匙了。慈悲能产生柔软、宽容、博爱、奉献、承担。 布施，还有妙法，就是世界上本来没有路，当人走的多了，就有了路；本来没有药方，当有人想帮别人医病，就有了药方。世界上本来没有什么佛法、道法。 但是有人想觉悟，最后就有了这些法，有了这种智慧。那这种智慧是怎么来的呢？是因慈悲而生，尤其是慈悲之后的柔软而生。也可以说，柔软几乎是代表着慈悲的表现。 柔软最能解决的一种现象就是刚硬。你看这个盔甲哈，做打仗的时候的盔甲，它是为了保护身体，对不对？可是连接盔甲、连接这些坚硬的东西，一定是柔软的绳子或皮绳，反正是柔软的东西。强烈的暴君、黑社会老大看着都很刚强，就怕遇上美女。 啊、哦，对，他来温柔的，你来刚强的，我要杀人时我替你念佛就，就这样，他马上就没有杀人的动力，立刻消掉。啊、哦，对，我要打架，哎呀，先喝一杯再说吧，哎，马上就没戏了啊、哦，那个打架的动力一下就被撤掉了。啊、哦，对，所以这个慈悲柔软，啊、哦，能解决。 刚强、顽固，甚至是顽冥不化。这种慈悲的柔软，能将坏事变好事，好事更吉祥。能将坏事变好事的本身，这就是大智慧。可是大智慧的本身，用的最简单的方法。 并不是用了多少什么美人计呀，什么离间计呀，三十六计都没有。其实很简单，是吧？你要伤害我没关系，我道歉，我承认错误，我跟你赔偿，我对你好。往往打起架来的时候，你骂我一下，你骂我妈、我爸、你爸，你骂我爸，我骂你爷爷，互相就是哎，彼此越骂越骂，像上楼梯一样，比赛上楼梯，你爬得高，我比你爬得更高，最后我说。 动手到最后动到动刀，最后就没命。啊，就是因为你刚强，我比你更刚强；你刚强，我就柔软。你往这边出手，我往你侧面绕，就没有一个逃跑的。最后谁也伤不到谁，最后大家变成好朋友。啊，刚强一旦遇上柔软之后，啊，那他两个不是敌人，就变成了朋友。所以慈悲柔软能化解恩怨。 能将坏事变好事，好事更吉祥。柔软还能产生很多美好的德行。第一个柔软就是不傲慢，我们要理解的，一个真正柔软的人，他是不傲慢、不逞强、不霸道。其实真正的大柔软。 就是大慈悲，哎，最柔软的人就是最慈悲的人，因为他的心中能容下万事万物。当你遇到这个事情就火冒三丈，他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还能柔软的去安慰你，很柔软，能将所有的人变成朋友，所以。 柔软能不能变成生产力？能不能变成销售高手？其实中国古代就有两种销售方法，一种是三代王，一看一群人牵着骡子、牵着马拉着车来了，一定有财物，马上就当当当当一敲啊，兄弟们杀呀！过去之后留下买路财，这叫强硬式销售。 都不用花钱，你也不给你的东西，把钱不留下的话，命都没了，啊、哦！这是强硬式销售，你说大家喜不喜欢？对不对？你这个东西，你说我弄点钱容易吗？你还要抢钱还杀人，啊、哦，太恐怖了。再就是一种，在街市里头不能靠抢钱的，都是父老乡亲，啊、哦，都是本村本城市的人。 你敢杀谁啊？你敢骗谁啊？要靠什么呢？信用、道德、服务优质啊、哦，热心关怀，你要用很多很多很好的服务，人家才会光顾你家的店。要每一次赚一点点鸡毛小利啊、哦，就是很小的一点利益，但是长长时间长久的维持啊。哦 真的像高山流水永不断，啊、哦，财源滚滚慢慢来，这才是大贵之相啊！这些不是靠抢的，而是慢慢的积累，慢慢的积累。大家不知不觉之中，钱其实钱已经送给人家了，因为人家说话柔和。但是呢，虽然柔和不骗你啊，哎，你买一斤，我还给你给了一斤一两呢，我价钱还不高啊，我的质量还很好啊。 啊、哦，放坏的东西我不卖呀。其实这都是慈悲柔软的行为，是吧？所以很多商人都是笑脸迎人，对不对？那我们有些这个餐馆啊，一进去我那个服务员上来一放盘子和碗，我就咕咚一下一个石头塞到我胃里来，真消化不了。虽然是一种精神的石头，但是一下就开始堵住自己。 啊，再加上那个冰冷的脸，刺激的语言像刀一样，哦，这饭真没法吃。哎，呃，总觉得他端上菜来，我觉得有毒没有啊？就开始害怕。说这个态度的话，这不是孙二娘的店吗？能活着出去就不错。就会，其实可能厨师也没有什么，他的饭也是不错的。但是这样一种冰冷的这个接待销售的行为的时候。 虽然你很实在，但是还是很恐怖，对不对？但是如果他的菜好，他的服务再好呢，他就会生意兴隆。我说的这个店在哪里都有，我现在现在所指的，在我印象之中就在台北有一个店，它的位子还是在最贵的位置，你知道，另外那几个餐馆哈，就是普通的餐馆都人挤人排队排到三十多号的时候，那里头还空着百分之六十的位子。 后来我们也去，才发现我吃过两次没毒死，他就是不会做生意，哦，铁面无私的服务员。<laughs> 我去的原因是我们说话聊天方便，因为人特别少，但是衣服穿厚点，特别冷，冷清啊。<laughs> 这个老板开店不是为了赚钱的，是退休没事干。 啊、哦，就是这样的。他也不讲什么服务质量，他也不想发财了，才开的这个店。你看看，慈悲柔软，如果你也做生意，多赚多少钱呢？慈悲柔软，你的家庭的气氛多么幸福美好啊！你无论男女，你工作一天回到家去，全家人都是喜欢你的，好幸福呀！说实在话，喝凉水都很觉得幸福，对不对？哎。 可是你们家的是大富大贵，雇着八个佣人给你做一碗汤，够豪华吧？可是大家说话的时候都像放炮开枪一样，说话的时候都是和黑车会打劫的一样，啊，你能幸福的了吗？你夫妻之间说话都是猜忌的，啊，动了各种计谋的，啊，对不对？都有自己的小账本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金库保险柜，我就不告诉你我的密码。 真的觉得很危险，你还不如睡，不如睡到公园里去呢。啊、哦，对，其实本来没有什么，是因为个性太坚强。请记住“强”啊、哦，“坚”是指坚硬、坚强，还有的是叫“尖刻”，太尖酸刻薄。尖酸刻薄的人实际上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太。 太在乎个人的细微的感觉，经常有的姐妹当中，有点有点尖刻的人说：“你刚才为什么瞪了我一眼呢？”其实人家没有瞪我，正在哎照着镜子看我的衣服好不好看？谁瞪你了？什么你眼神那么好使啊？哎，所以有很多稍稍宅心仁厚的人，我们先说，呃，我们这个有个小弟子，年轻小女孩未婚，今年二十八岁半啊。 他现在在饭堂，啊，做副主管，哎，他另外一位同事也是副主管，啊、哎，抱了一抱怨一肚子气说，这个人做事那个错误，那个人做事缺德，那个人不正经，那个人好色，那个人贪财，那个人无知，那个人是个大傻瓜，我和这种人不能相处。我说哇，这么残酷、啊。我们一个重要同学就问你们那大家关系怎么样？说特别好。 是特别亲切，我们过年过节都在一起吃饭、包饺子、载歌载舞，特别亲切。说有人说是这样子，哎呀，他其实没事吧？他就看那些三十六计争打的争斗的小说，把他给自己弄得啊、嗯、妖魔化了。<laughs> 那他对你的评价，他说我是个傻大姐。所以我们说，看似憨厚的傻，其实就是大智慧。所以。 这种概念呢，我们一下达不到，但是不妨先知道，再慢慢的去咀嚼它、品味它、消化它。凡是大智慧的，都是看得很愚笨的，真的大智慧。当然，事物没有绝对性哈，这个有的人能说会道，也挺大智慧。他这里讲的人群之中，天天在那胡说八道的。 就是天天看着每件事情都算计清楚的，也有智慧，但是与大还有距离，与大智慧是有距离的，啊，大智慧的那个概念永远是让人看不见的，对，大智慧的就会示弱，与人示弱。 所以我们刚才说，这个稍稍有点发展了一点哈、啊，很厉害的常常示弱者，其实他心中藏着一个很强大的一个人生目标啊。示弱者刚，常示弱的人，他一定是有无限的刚强。但是因为真弱者则是强，所以很多小男生哈。 哎，这一定要去健现在的健身房练出几块牛肉出来，哎，完了之后甚至在身上、胸上、胳膊上非弄出几个恶鬼的图案贴出来啊，绣上去的哈、啊，哎，这忍着痛花着钱弄上去，实际上这些人打交道都很简单，你赞美他几句，请他喝两顿酒，他就是你的死哥们兄弟。 你挨揍他，他就来帮忙，都很实在。因为把自己扮的刚强的人，则内心是非常的空虚而懦弱啊。是强者弱，是弱者强，这个世界是相反的。因为你缺少什么，你要把它快速的弥补起来啊。是、哦、富者穷，刻意是刻意的是穷者，则是大富。 你们看,看，谁穿的破破烂烂的，都是大财主，都是我们台湾的土财主。为什么土财主呢？都不需要有脑子就能赚钱的人，啊、哦，这种土财主，土财主都是过去的功德所致啊，是吧？过去你们家说是,是,是养猪的地方，哇，今天价值连城那块地，那怎么来的？哎，上辈子积德而来，啊。 也没有那个德行，没这个财命，就你买了一块地，从你爷爷买了一块地，到了你这里之后一直在贬值，是吧？过去是豪宅，现在是猪圈了，这是最麻烦的。有这个福的人从，从猪圈啊变宫廷啊、哦，这就是大福气。最大的福气者，最大的富贵的人哈，最大的富贵的人就是德行圆满具足的人。 住哪里，哪里就是富贵。哪怕今天是一个偏偏僻的小山村，未来一定是繁华的都市。啊、哦，大福气、大富贵的人住鬼屋，啊、哦，他不但不受害，反而那鬼就成了他保镖。你们不敢相信吧？事实上就是这样子的。这个已经超越了慈悲智慧这个部分哈，我们就是在。 在我们的社会的叫做社会学之中，刚才这个部分哈，这叫属于社会学的一种智慧，而不是佛陀的智慧哈。哎，佛陀的智慧，我不是说我柔弱，其实我很刚强，不是这个意思。我柔弱是发自内心的慈悲而柔软，柔软并不代表柔弱。示弱者，他内心其实一种强大，为了实现一个目标。 但是慈悲的柔软是为了我，因为有慈悲，我心中没有伤害，我心中只有慈悲的爱，所以，我表达的这种柔，是因为大爱，因为慈悲而生。但是我有计划、有阴谋的，啊、哦，有计划、有阴谋的示弱，是为了有一天老子夺取江山，翻过身来杀你个片甲不留，那叫阴谋。 这个不一样哈，所以在所谓的兵法之中也有示弱，在阴谋论之中更多的示弱，它是为了内心呈现一个巨大的强，而佛陀的慈悲，但是绝不是弱，也绝不是阴谋，是真慈悲。只有真慈悲，不阴谋，才能够万事吉祥。此时你的假装慈悲，假装温柔。 你总有个耐力耐不住的那一天呐，你假装你能假装几年呢？装不了的，对不对？最后把你逼急了，你说姑奶奶怕谁呀？举个菜刀谁都怕。等哦，这种劲儿就来了哈。对你假装的人有一个忍受期，还有一个承受力，最后是破表了，呃，原形毕露了。而真学到了佛陀的慈悲，这些都不会产生出来。 没有那个原形毕露，只有不断的修理自己，让自己更加慈悲，让自己更加接受你周围的顺心和不顺心的人和事。你唯一的能采用的方法就是慈悲的待人，而慈悲之后有了这种柔，所以我们就会多付出，啊，多奉献，多出力气，多干活，多用钱，别人贪的你都舍。 那就是慈悲，所以慈悲之后能把我们那个锋利的棱角哈，就变得温和起来。这个棱角，第一个棱角就是眼神，啊、哦，感觉让人觉得扎得慌，不舒服。所以很多人带着很强烈刺激的眼神，比如说你们都穷，我很富，所以我的眼神会充满什么呢？傲慢。 你们都很笨，我很聪明，傲慢，你们都不懂吧？你们都上当了啊、哦！阴谋，这些眼神都不对。他说：“老子就这么厉害，哼，这叫哼愚蠢。”所以这些愚蠢的眼神露出来的都是锋利，都是带有好强的能量啊、哦！还有很多眼神里放着亮光，一提赚钱的路来了，脸是张就亮了。 啊、哦，这叫贪欲，这都不是大智慧。所以，当我们的心柔软了，我们的身段柔软，我们那个坚强嘎吱嘎吱的骨头就变得柔软但不脆弱。啊、哦，你的骨骼就好起来了，你的皮肤就变好了，你手上的那个坚硬的那个像盔甲一样的那个手掌就开始柔软了。 就像我们念佛几天，今天你大家摸摸你自己的手，你觉得你的手掌的肉有没有变得柔软一些呀、啊？一定有啊、哎！你会摸摸你的头发，才发现原来像牛角似的，现在哎柔和了，是吧？它是柔软了，哎、嗯，还有的人那个肩，那个肩一捏很硬，这样你的手臂举手臂和转头就会很不方便。 这几天念佛之后，你因为你的肩柔软了，扭头转动手臂很自如了，对吧？对。哎，所以这种柔软，你看看有多少好处啊？身体的柔软是健康通畅的表现的，内心的柔软是智慧通达的表现的，目光的柔软是自信的表现的。哎，所以我们的手掌柔软了之后。 有好处就多了呀，那是真正的智慧、富贵的手掌，那个手相就会露出来了，啊、uh,，所以年轻人不懂事，才会有带有冲击性的目光，因为什么都不懂，啊、uh,，所以当我们有一定的年龄，有了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酸甜苦辣之后，我们的目光应该带着那种啊、uh, 平静的。 清淡的啊、哦，没有那么多企图心的，没有阴谋的，没有棱角的那个目光，应该叫温和的目光，才是一位啊德才兼备的长者的目光啊、哦。那么今天念了佛之后，更应该带有真正慈悲、柔和、圆满的目光，所以目光不要咄咄逼人，非要看出你到底骗我多少啊、哦，死盯着你，没有必要。 该上的当是你该上的，该令经历的苦啊，是为了让你知道甜呐、啊，是吧？今天你所遭的罪、犯的错，是使你明天更有智慧面对未来的人生啊，啊！所以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课程啊，所以不要因为昨天摔摔痛了，所以明天我都不相信人，啊、哦！ 呃，去年离婚了，明这一辈子我再不结婚了，除非你立志修行哈、啊。就那种不结婚是说我不相信人了，那又是错的，是等于把自己封闭起来，是不敢面对人群。人其实人人内心都住着一尊佛，内心里头多数的人，这不是所有啊，多数的人还是很善良的。有的人是被成长的环境。 给影响到说，如果我不去，去不去抢，就可能没有饭吃；不去骗，就赚不到钱，所以才把你锻造成这个样子。啊，实际上，当我们如果能够满足我们的温饱之需的时候，哎，我们还是内心还是温和的，啊，要更加慈悲、善良、勇敢的啊，面对大众啊，这样我们从这种自闭的心态。 他回到一种开放的、开放的心态，就会柔软的、放松了。放松的心，才有放松的身；放松的身，才有放松的气质。有了放松，才能慈悲；有了坚强，就会生是非；有了坚强，就表达了个性；有了坚强了。 是因为自我执着的意识太强烈，所以，我这里今天给大家随意聊一聊慈悲和柔软啊、哦，对，那是就是佛法的智慧，佛法智慧太多内容，但是我们作为普通的众生，能够很容易掌握到的那个大的妙法。 也就是慈悲了，啊、uh,，所以慈悲的稍微有一点的具体的表现就是柔软，柔软生出来了那么多的好的那种素质和方法，啊、uh,，就使我们的人生就是发生了转变。所以有的人说：“那我不抢就没饭吃啊？”反而是舍才会大富贵。当你。 真正内心开始，我去舍弃和叫做布施的时候，才开始富贵；当懂得奉献的时候，才开始拥有；懂得放下的时候，才开始解脱；懂得生命不灭，但是。 一直在轮转中的这个生命不灭的和因果学说，我们才叫看破生死。这样对生死就有了新的看法，也因此，我们的亲人离我们而去了，我们能够看透。 能够理解，不会说因为他的离去我也不活了。当然也不要像庄子那样，你妻子死了你干脆击鼓高歌算了，啊，那那也没必要，人家说你疯了，啊。但是我们也能看透这个规律，看透这个规律，所以很多执着的事情也自然会放下。 要让这一切都能掌握，你就需要去积功累德。道理哪怕弄懂了，可是你不能去应用，可是烦恼会更多。为什么？业力深重。消业最好的方法不是明白道理，而是懂得最基本道理之后。 赶快去执行，怎么执行呢？多做功德，诸善奉行，哎，常行布施之道，常怀供养之心，啊，这叫积功累德，啊，包括念佛，啊，修大光明，这都是在建立一颗佛心。 佛性，啊、哦，让自己变得真正的慈悲，啊、哦，少一份自我的那种贪婪执着，啊、哦，所以让我们能够听懂这些道理，应用这个道理，让这些坏运气少一点的时候，那就要多积累功德，我们才能做得到。好，祝大家吉祥如意，谢谢。<noise>